好了，咱们这一讲的名字叫做从简单情况入手。听名字感觉平淡无奇，什么叫简单情况呢？最 easy 的情况是吧？这道题一般说来，在咱们的奥数题里面出现的形式都是以非常名不见经传的题型出现的，比如说找规律的题，比如说以小推大的题，比如说很多很多数字凑循环的题目。像这样的题目一出，同学们大可以放心，它一般都会用一个很大的数去吓唬你。但是你去数数那些很小的数，很快的找到一个规律，那大数一点也不可怕。 OK， 咱们这一讲就说说从简单情况入手，话题还要从崔老师上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十五六岁，那时候崔老师花了整个高中三年，高一高二高三整个三年的时间都在想一个课题，想这个课题想了很久很久，最终终于把它想通了。高一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呢？一块四四方方的豆腐，我要切一刀，能不能劈成几块呢？劈成两块，对不对？最多劈成两块，当然是直刀，不是曲了拐弯刀。 OK， 那劈两块劈两刀最多能劈成几块呢？四块。劈三刀最多能劈成八块。嘿嘿，我当时想的这个课题就是劈四刀最多能把一块正方体的豆腐劈成几块。同学们可以自己想想看，这个问题我一直想到高三终于想明白了。高一的时候我每天都跟着数学老师屁股后面，我说老师到底是不是这样，老师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老师都被我折腾疯了。到了高三的时候，我整天还是缠着数学老师，我跟他说老师我会了我会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老师都快被我折腾崩溃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了一点点当数学老师的潜质和兴趣。 OK， 那这节课咱们的题目呢，后面也会说到这道题，著名的崔帅帅切豆腐问题。好了，来先看看咱们今天的第一道留给大家的思考小题是什么样的。话说有一个旅馆，总共有99间单人间99间房屋，这天突然来了一个旅行团，旅行团总共有恰好100个人，而这99间屋呢这时候都是空着的，可以随时入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房门上都配有钥匙，这100个人住99个单间肯定住不下。正好每天呢他们出去游玩都会决定有一个人在外面过夜，剩下99个人回来，但是谁在外面过夜不一定。要想让每天凑的99个人回来正好能住进99间房屋，想请问你最少要配多少把房门的钥匙，才能保证这99个人分别对号入座入住都有自己的屋子住。听明白了吗？要至少在99间房屋里总共配多少把钥匙，才能保证随便敲99个人都可以正好住进这99间房屋呢？这道题一看很多同学立刻就懵了，为什么？没有思路，只能凑，对不对？那这道题最难为你的地方其实是哪儿呢？想想就知道，肯定是这些数字，99也好100也好实在是太大了，对不对？这么大的数不好想，咱们这节课就学习一个技巧，叫做以小推大。以小推大，这个小相对大而言，它不就是简单情况吗？以小推大，100间房屋，那100个人我不知道，99间房屋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可以先从1间房2人开始。1间房2人，每天随机的有一个人会回来，那我至少要配几把钥匙呢？哼，太简单了，那不就配2把吗？1人1把，随便谁回来都可以入住，是这样的吧？下来把这个数稍微增大一点点，2间房屋3个人，这时候至少要配几把钥匙呢？大家就会发现，你随便怎么凑一凑啊，试一试啊，这时候在纸上画一画，你就可以算得出来，至少要配4把钥匙。这4把钥匙怎么办呢？4把钥匙分给3个人，第一个屋的2把，第二个屋的2把。这时候3人分别拿第一个屋的钥匙、第二个屋的钥匙和2屋的钥匙都有，这时候无论缺了谁，剩下2人入住都没有问题，是这样的吧？好，非常之简单。那接下来再找一个规律，这题就出来了。3间房屋4个人，这回你再凑一凑试试，发现2两重合是一个最棒的方法，这时候6把钥匙刚好合适，每间屋子配2把钥匙，那分配方式就看你了，有很多种都能满足提议。2把、4把、6把，找到规律了吗？
发现都是偶数，而且都是房间数量的2倍，那这时候你就知道最佳、最少、最优的方法就是每间房屋配2把钥匙，就这么简单。所以最终的答案99乘以2等于198把钥匙。怎么分？看你随便。你可以把198把钥匙分成2组，每组都给一个人装着，这时候无论谁不回来都能打开99扇门，对吧？无论你怎么分，198都是最优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以小推大，从规律上找到答案。好了，这节课的题目就这么简单，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例题一。话说，用数字摆成下面的3角形，请你仔细观察后推断第20行的个数之和。第20行的个数之和崩溃了，题上只告诉我们几行呢？1、2、3、4、5，只给你写了5行，让你推20行。要不要把这个表密密麻麻的写满，然后再求第20行的所有数字之和呢？当然不用那么麻烦，对吧？这是咱们中国著名的一个数学家发明的，叫做杨辉三角。杨辉的辉有很多种写法，比较官方的写法我记得是日字旁的辉。 OK， 杨辉三角这个数学家呢，他发明的这个三角形有什么特点？其实这就是崔氏传功数列。什么传功数列？第一个人是一个武学宗师，是一个武林高手， OK， 但是他的一身功夫不可能带到棺材里去，所以他决定传给他的2个徒弟，每人都学了一身本领，对不对？然后每个人在自己的基础之上继承还要发扬，所以每个人又传给了2个徒弟。但是发现有一个小机灵鬼，他既跟第一个师傅学，又跟第二个师傅学，学到了2个师傅，每人身上一身本领全都交给他，所以这个人有了2身本领， OK， 他的武功是非常之超群的，对吧？既会猴拳又会螳螂拳， OK， 那继续往下传，每一个人都会传给2个徒弟，传给2个徒弟，继续往下一排一排的增加，就是这么一个三角形，能解决数论里面非常非常之多的问题，它的规律也是无穷无尽的。好，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把题做完。第一行数字，第20行的数我不想写，也不想算，也不想一直推到那一步，我先从第一行数起，对不对？20行不好算，问自己怎么办？算第一行，第一行的数字和就是1，第二行的数字和就是2，第三行的数字和却不是3，是几呢？1+2+1，纪念级就学过，是4，对不对？仨数基本上咱们就可以观察出来一点点规律了。但是呢，崔老师有一个建议，不成文的规则叫做3猜4定。一般这种数列找规律的题目，或者是图形找规律的题目，有3个还不足以把规律完全确定，再找一个试试看。这时候下面的1331，它们的和是8，那基本上4个数这规律就没跑了。1、2、4、8，都是2倍2倍的增加，咱们曾经的等比数列第一讲就讲过，对不对？等比数列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从小到大依次递增的这么一个规律，倍增倍增倍增，那下来肯定不用想了，就是16咯，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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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第20行，那要狂乘2也太麻烦了，对不对？那咱们想想看，第一行的1可以表示成每个数都是2的若干次方，连乘2狂乘2乘出来的嘛，对不对？1是2的几次方，知道吗？这是一个常识问题，1就是2的0次方，对吧？2的0次方可不是0哦，22的1次方，42的平方，82的3次方，16是2的4次方，一直往下。这时候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陷阱，就是第20行就是2的20次方，对吧？咱们可以发现第几行就是2的几减1次方，第5行就是2的4次方，第3行就是2的20次方，那所以第20行应该是，这数应该是2的几次方呢？19次方，这数你就不用算出来了，因为有点大，你要真算也行，但是浪费时间，直接写成这种2的乘方形式，2的19次方，这就是它第20行的个数之和，听明白了吗？以小推大，找规律如此之简单。刚才崔老师说了，在杨辉三角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规律，比如说它的第2写6，无论是往右数还是往左数，都是1、2、3、4、5、6、7、8，都是自然数之和，对吧？都是自然数，以小推大。OK， 那还有什么呢？我想请大家看了这个表，告诉我11的4次方等于几，你知道吗？很多同学一看懵了，
更多的同学拿起笔就开始狂乘，四个十一相乘倒也不算太大，你也算得出来。但是我说答案就藏在这个表里，你瞪眼法就瞪得出来，不用动脑子，你信吗？不信，哈，来一起看看规律在哪。第一行是一，没感觉吧？第二行这数直接读十一，十一出来了。第三行呢，121，数感好的同学一定对121有印象。121是谁呢？是11的平方，也就是11乘11，对不对？这儿出来了一个11，我可以写作11的一次方。这地儿我出来了一个11的二次方。那往前找规律呢？刚才说了，任何数只要不是零，它的零次方都是一，所以这儿可以写作11的零次方。再往下呢，11的三次方，你试试看，11的三次方可不就是1331嘛，对吧？这儿最后肯定是11的四次方，直接读答案等于14641，这五位数就出来了，答案就藏在咱们阳辉三角，也就是崔氏传功数列里。 OK， 其实两倍增加的理念和咱们每个人把爱把功传给两个徒弟的效果是一样的，对不对？是相通的。所以同学们加深理解，记住咱们讲的方法，就叫找规律，以小推大，如此之简单，这节课的题目都这么来。好了，下面马上第二，更精彩。